什么看起来这么紧张？亲爱的，请你快离开啊！如果万一被人看见，那该是多么不好！只要一会我就离开，听好。我不要听啊！两句话，你知道国王已经把我派到伦敦去当大使，而我正想把弗里达的围裙带去。我请问大人？对呀，别尽管说吧，你本来就有权利可以羞辱我，也可以要求我、强迫我、命令我。请大人不要这样，我没有权利，我也不要求什么。啊，我真不行。阿普，苏珊娜，我希望让你幸福，你知道我的心意，我想把机票都已经告诉你，你听听。只要你今天晚上肯和我单独在花园里头见面，那我将好好的报答你。他刚刚离开这里，谁呢？我听见他。快点，谁让他进来？我的理由在这里。刚才他离开夫人，我试着去找他。我暂时躲在这里。别躲在这里。听好，快叫他离开。我的天哪！三啊，老天保佑你，你可要看到伯爵大人。你正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请你快出去。你听我说，不是你的弗里达老要和他说话。哦天哪，可他黑他，看他就在去找他。我看他怎么说的。哎，这位神，我从来没有听说喜欢人家的老婆就要恨他的丈夫。我说我最喜欢你呢。你给我赶快出去，不要在这里啰嗦，我才没兴趣跟你说这些废话。什么国君，什么爱人，这有什么关系？每个人都有嗜好。一旦你女孩子所喜欢的男人，你一定也会喜欢。比方说长得伶俐而又潇洒，同时又年轻，像那个男孩。你是 Carabino？ 就是 Carabino。 Carabino 这个小鬼，今天黎明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他在你门口的香朋友进来。你这个坏人，难道你到处乱说？只要人长着眼睛，你就说他是坏人。比方说这首歌，你不懂是在告诉我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不再告诉别人，送给你还是送给夫人？这个家伙怎么知道？另外呀，我的姑娘，你要警告 Carabino。 每天他在餐桌上用那样的眼神一直死盯着夫人，万一有这么一天被迫就看到，你知道怎么办？设想你真可恶，为什么你要每天到处去烦恼是非？我真是冤枉，我只是现买现卖。在过去啊，我可没有多加一个字。什么？现在这回事？我天哪！哦，萨森巴，哦，萨达德。
scioglia tra me rinchiuso. Picchio, ma per barbarina, paurosa folle del lusso. Io da musa e sospettito, quarto per noi sito. E dal santo, pian piantino,你给我站在这里，狡猾的家伙！